现在我们盛一碗，给我们家领导试试。咚咚咚咚咚咚，今天来做了滑蛋牛肉粥，先把牛肉切好，然后腌制。这个牛肉是 Costco 买的 New York 牛排，牛排片。妙酒，酱油，盐。白胡椒，来点蛋清，来一个蛋清。来一个蛋清，蛋清一定要均匀，
我们腌制两小时，取一杯米，淘好以后冷冻一夜。一杯，现在我们这个粥的比例呢是1:15跟水。如果冻住了以后，可以加一点水直播一下，直播30秒。哎，这样就好倒了。我们这个加水比例是1:15。开火以后加点油，这种1:15的比例呢，这个大火15分钟，水开了以后15分钟。现在煮了半个小时了，里面的这个芝麻。炒好的鸡蛋，现在我们这个粥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加入姜末，盐，这时候可以下入腌好的牛肉，全敲进去。我这个是比较高级的牛排，搅拌开。这时候太大了，现在这个牛肉上颜色了。加点白胡椒粉，好了，现在关火。搅拌一下，当然你有鲜葱，这个时候加葱花也是最好的。等这个气泡变小了以后，加入鸡蛋，
加入鸡蛋以后，等蛋液凝固以后就可以搅拌。看到没有？啊，没错了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。